替他报仇。杀死你朋友的不是我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阿修罗的规则，强者生存，弱者淘汰。你的朋友石宇成就了你，你回报他的方式就只懂乱砍人吗？我们都经历过阿修罗残酷的现实，如果规则可以改变，也许我们的命运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你先去跟其他两王打个招呼，用你的实力去得到他们的认可后，成为新的阿修罗王。你愿意去尝试吗？嗯，如果不能改变规则，那就由我来制定新的。我想要找个人，有谁能帮我吗？谁知道斩王虚罗千陀在哪里吗？我要挑战他。挑战斩王就他。小子，挺嚣张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挑战斩王？这不是你考虑的事。没错，我现在考虑的应该是怎么教训你这个狂妄之徒。死吧！挑战战王，就这本事？我的双头刀！想不到你也有今天，居然放过我们！小子，斩王行踪飘忽不定，可没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。没关系，我自己会找到他的。这小子真的想去挑战斩王？还有要来挑战的吗？你们跟着我干嘛？你往那边。站住！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，不能是我吗？说，你为什么跟着我？跟随自己的王，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所以，你是一路跟着我来的。嗯，看来你的进展不太顺利。劲敌悬崖，你去那里便能找到他。不过，听说那个地方神秘又危险，你要小心。谢谢，小事而已。一切都会顺利的吧？禁地悬崖，就是这里了吧？走，走。
住我！闹事那小子独自去禁地悬崖了啊，他真的去了那里啊？我亲眼所见，那小子这么大胆，不知道是什么来头啊。我听说枯都的成人祭上，一名少年试图自证成王，与试炼场上的斗士打了几天几夜，就连苦王来了也压他不住。哎，这小子保不准就是那少年。哼，管他在枯都有怎么样的战绩，胆敢孤身独闯咱们的禁地悬崖，嘿嘿，我保证他绝对有去无回。哼，我倒不这么看，我看他不仅能活着回来，还能得到你们斩王的认可。不是皇都的人。没错，这位战士好眼光，我从枯都而来。各位稍安勿躁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。那你来这儿干嘛？你们刚刚在议论的那个小子正是我的目标。在外结缘不结怨，要不咱们赌一局，就赌那个少年的生死。赌呀？只是一个少年能有多厉害？他呀可是出生的猛虎，阿修罗的新王，日后能带领我们回到天上的男人。我可不要死在这里。你终于来了。我一直在等你呢。你是？心月，斩王的妻子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未来的阿修罗新王有余。有人向你提起过我？不，向我提到你的是那飘渺的命运。你能看穿命运？命运深奥莫测，就连神也无法看透。我不过是窥探到其中一点痕迹与暗示罢了。听说来这里能找到斩王，他在哪里？他虽然是王，但生性害羞，没有朋友，从小到大一不高兴就只会来找我。你能做他的朋友吗？跟我回去吧。即使是死亡也无法将我们分开。你看那里，这一束光便是往返人间的通道，它很快便会消失，我们要抓紧。记住要拉紧我的手，千万别回头。马上就要到人间了。王，救我！糟糕，阴界的恶灵鬼被光芒吸引过来了。心月，记住千万不要回头看，很快我们就回到人间了。你也回不去了，只差一点了，我是不会松手的。
强行把你从阴界带回。没错，他是那么爱我，就连我一刻不在身旁也忍受不了，更无法接受我死去。但这样的结果非你所愿。他呀，就是这样，天生有着强烈的占有欲，别说让人触碰我的身体，就连与外人说一句话也会点燃他的嫉妒之心。幼鱼，你可要小心。小子，你就是传闻中的阿修罗少年，既然送上门来，那就先挖掉你的一只眼吧。实力差距。王，你可不要大意了。无论站起来多少次，你都会迎来相同的结局。你高兴得太早。看你还有什么花招。阿修罗魔杖。王，有点意思，看我怎么破你。破心断。你根本没有资格，受死吧！我还能继续。我可是死，不会认输的。王，终于让你等到了值得一战的人了。